你的2 MP 是负的，你怎么按的好像正的一样？你在干暗杀干你鸟，我刚凹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然后赢喽，对不对？哇操！1800的金伯利啊，那很难说咯，那很难说咯，1800的金伯利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难打，干你娘。好 ,OK。对个对抗，哇操，完蛋了。OK, 好。真的。OK, 好。他看起来很像是一直在压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已经看透他了。啊、哦、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哦，这个还没死啊，还没死就是他要死了，咚咚咚咚 ，OK， 还没死就是他要死，操，你等下就死了，我已经看透他了，我已经看透他了，他等下带一个烟雾过来，我们就直接2 MP 去打他。你在干？叮。你的2 MP 是负的，你怎么按的好像正的一样？你在干暗杀干你鸟，我刚凹了。OK， 我已经看透金伯利了，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你是当我白痴？哎，打金伯利不能踢风，我忘了，我操 ！OK， 他真的不是我对手了，打金伯利不能踢风啊。我虚弱靠北，你在跳什么？你在跳什么？看你鸟，我刚好66啦，我挡不住，我刚好66了，算他运气好，气死我！这对决拉西斗比较不利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。这一次必赢金伯利啊！经过刚被金伯利吊打，我现在已经完全熟悉金伯利了，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等一下我要去试个东西，走啦走啦，那个烟雾打到之后 ，2 MP 打下来，干你俩哦，还好，像这个就没有烟雾。走啦，吼，要跳喽！你在绿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阿东。够没有啊？咚，哈，对不对？经过了刚刚的训练，我们已经不会怕金伯利了，就不要踢风就好了。过来，过来，烟雾过来，陷阱插盒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不集气，烟雾过来，烟雾过来，哎，有没有烟雾过来就这样直接打他？对不起，咚咚咚咚，丢个炸弹，奥米呀，对不起。咚咚咚咚咚，叮！哎，要跳了吗？早知道你要跳啦！狗们有哎，烟雾过来，烟雾过来，当！对不起，哎哎，对不起，我干你老师哎，
完了，你在干什么？然后赢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，呜呜，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你说基本上我不会输同一个角色两次啊，不会输同一个角色两次啊。等一下我去试一下那个烟雾二 MP 对到空中要接什么？我刚二 MP 之后接六 MP 好像来不及，二 MP 之后可能接五位楼 P 或五 MP 吧。Bike， 呜啊！你熬不了，可怜。哎，对不起，换边了。哎呦，这个换边，哎呦，嗯嗯嗯，丢个炸弹、哦。我再熬一次啊！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加的、啊，你是当我笨蛋是不是？对不起，莫拉塔，莫拉塔，你的脚很短啊。好，叮，嘎，来喽！一个 break， 一千八跟一千六差很多啊，差不多啦，在我眼里是差不多的。完了，哎呀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我起身速摔，早就知道啦，还敢反凹啊？哇，这个嘞！噔！你在给我绿冲过来干什么？哎，一个中段你死了，干你娘！你这个很傲啊，你这个人啊！但他基本上在我面前是个死人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两颗气。点根，你看。在我眼里，他是个死人啊！啾啾啾啾啾，啾啾啾啾啾，我去试一下那个练习。好了，这个金伯利应该就是今天遇到那个吧，报仇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咚！马甲咖喱，干你俩没退掉，完了！Spike， 对不对？你看我就跟你说吧，放个风骗他烟雾过来就打他，这个就是先输了之后也有好处的、啊。对不起 ，OK。这个很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完了，猜错了 ，music 完了，被他变身了，糟糕，要死了！噔噔噔噔噔，金伯利怎么打、啊？就是压他，完了。完了，哎呀，可惜，刚好差半步，差了半步，有点可惜。完了，还敢给我厚厚啊？哎，没有转到对空，没有转到对空，靠背变一个五 HP， 气死我！干你娘！哇，刚才有点可惜，不是啊，我绿冲过去看他原地跳啦，我要转，要转二三六 P 的，没有转好，没有转好，气死我！弹琴大叔来报道，感恩感恩。对啊，金伯利就是进攻很强啊，但力回防守很弱。
哇干，他对策很好欸。米欧伊，我是神龙的，其实。OK， 哎、欸，被 rush 有点难啊，因为他的折是很多强折啊，他的折是很多强折啊。嗯，完了，被带绝招喽！咚！嗯我熬了两次绝招没出来，我熬了两次绝招没出来啊！算他运气好啊！干你老师嘞，气死我！我看他绿冲就出绝招了，他那个滑过来我也出绝招，没出到。